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异语者。须菩提，如来说的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须菩提，要菩萨心住于法身布施，入人入难，灾无所见。要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入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中中财。在前面的经文的这段经文的前面呢，佛说的是脚练功德，脚练功德，只举一个布施，只举布施，就是佛所说的法，说这种不住相的布施是真的哦，不是虚伪的。他们未来众生不信，当时的法会那1250人没有不信的，为什么？他们都证得大阿罗汉果了吗？当然他都信了。这以后后500次的众生要听到这个话能信吗？就须菩提所怀疑的，所向佛请问的，因为就劝人去信，信，信了得去做，做。当你做的时候，就像我们这个道友，我们看见这灵隐寺一天，差不多有几万人进来烧香吧，他信佛吗？他能见相而无相吗？就是让未来的众生能够升起信心，对，升起信心。布施入世，淫如也入世，布施持戒、禅定、淫如、精进、般若，和这六种都入世，只举一个例子了，举个布施。这个音容证明啊，佛所说的法不是虚的，是真实的。因为现在对佛灭后的2500多年，我们现在来说这种法，我们在理上说，理上是讲真空的道理，就在理上说，恐怕不能进入。那我们就在做事上说，前半部的经文偏重于理，所以一举到事了，是布施了、淫辱了，这都是事啊，是，在这个事项上能跟前头的理相结合了。咱们讲那个性空，这是理。现在我讲这个事，说你布施啊、施舍东西啊，这都是要事上说的。说对人家侮辱你了，那个淫辱啊，这都是要事上说的，事上说的。这个以事嘛，就显前边的理。前边说那个空意，就成就是后边所说的这个事即是理，成就这个事。所以佛用他自己劝度众生，加持众生，说佛说的法呀都是真实的，要大家信呐、说你光信心明白了，升起信心了，那还你得要实行啊，实行信而后能行了，
行了就是你的做，你去做。你经常的做什么事儿？听说，那这个事儿做错了，完对人家道歉，说我误会了。误会了就是个怀疑含到里头的。说你怀疑才误会了，我什么事都不怀疑，对一个道理啊，心里很深刻。那没有误会了，也没有怀疑了。不论在这个空的方面，在有的方面，佛所说的话，他是见到真实的理，也见到真实的事，他如是说的。咱们呢，没见到真实理，真实理并没见到，在这个理成就四上的说，在四上头你就通不过。所以也信不及吧。而且对着有问号。要把这个事儿啊，要把它当成真的，真的。什么当成真的呢？就是佛所说的，说你不是实话，不要去执着那个相，特别不要执着那个大小多少。你心里先不要以为，说我布施了五毛钱，跟五块钱相比，跟五十块钱相比，跟五百块钱相比，你这来比较，完了说多的那功德一定大，就是四件相；少的功德一定小。那说这种比喻、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如果是你不是五毛钱，是不着相的，不着相的，就不着什么相呢？不着这个物质相，不着你能布施的相，也不着这个受供养的相。那这样的布施，那这个物质呢，就是第二了。还有第一的，还要注意你的心是真诚的，是不真诚的。你的供养心呢，是真诚的，是不真诚的。不要在那个相上去起执着，是在你的自心能供养心上去关照，你自诚的恳切的心，那你所行的布施，一分钱功德无量，一万块钱你轻慢心供养，功德很小很小。你这样来比较的，不是我们的心就拿来这个来这个比较，对。是吧？人家磕一个头，他一礼骗十方，他一个头供养下去，磕下去，他业障能消失。他一个头就供养十方一切诸佛了，那观想力的，心里头力量大。啊，你磕一万个头，边磕边打妄想，那一万个头不如一个头。这种道理啊，我们每位道友一定要懂。头几天我们讲感应，说你信佛了是好，信了一二十年了，在佛门中做了很多的事儿，完了或者家庭出现个事故，我心里对佛教产生怀疑了，我这么供养佛，这么样信仰三宝一点加持力没有，还有这么多苦难在我身上。那你的信心不具足了。但是这里头有很多的因缘，有的时候在这个因缘是你业障今生消失，
业障消了，来生就成就了。我欠人家债，今生今生把它都还了。越是这样的问题发生，心里越坚定你的信心不动摇。绝不在世间上去起执着。而有这样的观想呢，那你学佛就有一定的成就了。虽然不是很大成就，在因果报应来的时候，那心里很平静的，很平安的。而这样来认识，一个是心里，一个外边的事物。在任何时候，我们这净讲功德，不要求功，不要求功，求你的所行道，求你所发的心，能够所发的心有得于心，这个功德是最大的，是最大的。而世间上的功德没有你心里的功德大。假如说我们行个布施，那你是对景，对景，对景就对这个事的本身，或者是对人，对人就是受施者。对景就是你所施的事物，所施事物，在做这个事的时候，你心里头是很清明的，清明的，清明的到什么程度呢？到无我无人，也没有所施的物，这叫清明。不清明的呢，就较量这物质多少，较量物质多少，还去较量这个受施者的这个人有没有功德呀？对，灵不灵啊？我们在大殿功德箱里头，丢上10块钱，那你怎么想的呀？为什么你要功德箱丢个10块钱啊？我在这些问题呀，先检查你的心，以后再检查的事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你能跟你这个所听的法，闻着金刚经上所说的，我叫你布施方法，能够结合起来了，在你思想上也没个求什么功德，也没有过能施者，也没有受施者，就是三轮体空，这叫不住法的布施。这个经的总的问号是须菩提向佛问，怎么样住心，怎么样降伏的心。像你这样的来做布施的话，就降伏你的心了。心呐，在你行布施的时候，既不作景，也不执着人，一切相皆无所作，什么都不执着。你知道这一切法皆是虚妄分别，是我们思想的颠倒妄想所表现出来的。那你认识它了之后，你不起任何的执着心。假使我们对一切事物不起执着，那你很容易见理，很容易见理。要是没有执着了，不起执着心了，那你就是等于说什么悟了，悟了，悟了就是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就是从一切境界下转化了，是吧？叫心能转境，心能转境。心能转境的什么景象呢？不住法生心，不住一切法生心，就是前头佛答复须菩提，
不做色生心，不做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，说是不住法，无所住而生的心。这个心是什么心呢？妙明真心，妙明真心。要这样的，经常这样做。最初你做的时候，我听了经了，想这样去做，我做的不熟悉，做起来很生，我没这么做过。但你做久了就不疼了，做久了你就熟悉了，熟悉了，那就把心就降服住了，那遇事上就都能入事观。那这样的你什么事情还放不下吗？我遇事能放得下，看得破。这个时候什么忧也没有了，愁也没有了。你跟一切人，一切人跟你，一切的恩怨，一切的事物纷扰，这个里头没有，因为它进不去了，就进不到你的心里头去了。这样的你不就放下了吗？我们的古老的这些个这种的语言呐、文字啊很多，大家看小说也好，看来的书籍也好，都有这种，它也有这种含义，叫你忘了愁，忘了忧。忘了愁，忘了忧，海阔天空任遨游，随便你走到哪儿去都很好。好告诉你，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，对人家宽容，别人做错事了宽容他。好，你做生意做的很大了，积聚财也财宝很多了，这时候你该放手了。这类咱们世间法里头也有很多这种说，告诉你说，得放手，且放手，岂有美满明月容当头？说该放下时候你放下吧，那太阳不是月亮不是照你一家啊？这都是形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你自己的心什么样对待外头一切事物，不要随意的放大，不要随意的放大，不要对世间的追求，那永远没完没了，永没完没了的呀。你该收的时候就收了，每月的都有个初一十五，到十五的那月圆的时候，是你每一个月你都能看见月圆吗？八月十五说月圆，天都阴了看不见了，云彩给你遮住了，这个事不是常有吗？对这些个世间，对经常的这样的思维，就像佛所说的话是真实的，这都是我们中国的古人，就是没学佛的他也体会到，他体会不到佛说这个意思了。像我刚才念自己这几句句子，叫你忘了忧，忘了愁，所以那时候你忘了忧，忘了愁，你走哪儿去都不忧不愁，海阔天空任遨游，你自己随便走吧，没什么事儿。同样你印道，悠悠岁月催人老啊，一杯黄土沿风流。无论咱们这个就是离咱们很近呐、采石矶，就是李太白就埋到那儿了，对，他不是很风流人物吗？现在还有吗？没有了。人呐，在你不知不觉一天一天的你就老了，老了离死很近了，
像我们看我们这个老居士都五六十岁了，对，也现在也放下了，这就很不错了，信了佛了，信了佛了就照佛所说的话得做，把过去忘了。我们这后边就要讲到过去的心不可得，那不想这想什么呢？想大悲心，发菩提心，想般若心，把它换一换，换换你的境界相。因此呢，你听一听经，虽然你不能进入这般若的境界，你认识世间了，可以学。学什么呢？空门学不进去，就学有门吧。等你有门学通了，有门就是空，空门学通了，空门就是有，证得空理之后，把它拿这种空理的运用一切世间的有法，有就不是有了。等你空的学通了，空不是断灭，不是执着，那也就不空了。说这么多话，这佛说的一个不住散生心，我无非说这么些个方法，让你怎么样观察才能使你觉悟，不在一些法上生心。这就是应云合住，说我怎么样把我心住住？因为这句话很不好答复，直接答复嘛就钻的很多弯儿。上来我说这么句这么多话，就是要你这里来住心，这里来住心，住无所住。住的时候就是没有住的，因为何住心呢？就无住。因为何生心呢？无生。这种无住无生的话，如果是多生修行的人，他可以马上理解。我过去没有这种习惯，没有这种信仰，那就很相互不了啊，很相互不了啊。说我们这个心呐、啊，上头所讲这些个，说布施也好，我怎么样个布施法啊？把心坐在布施上，说到布施上本身是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没有的就是没有景了，没有形象了。不住景，不住相，但这个事儿还照样做，舍还照样舍，只是心里头没有另外一个执着。这样修已经达到成就，成就了就达到你的真心。那你就这样做，不住散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这就对了。这后半部啊，就解释前半部的。如果我们学法的人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就是四众弟子吧，佛的四众弟子，要能够这样的没有忧愁的，无挂无奈的，但是无挂无奈的很不容易，必须得放得下，看得破。我们经常有这么句话，凡是学佛的都耐说，成了口头语了。
啊，我业障很重啊，好像信佛了好多年也不入道。但是这里头有问题了，你怎么信的？你信佛怎么信的？信佛不是消极的，如果没明白佛法的人，因为信了佛很消极的，好像对世间相上头功名利禄啊，发财致富啊，从来不争取，因为这就是消极了，这是观念是错误的。因为这就是有这种观念的，你不说业障太重吗？这就是业障太重的表现。所以不信佛的他都在业障当中里头，他从来不说业障重，因为他不懂得，他不懂得业障重，什么业障轻啊业障重啊，他信吗？就是你听到佛说的，说我们所做的事儿就是业，你所的事儿把你自己的真心把你自己的障坏给障住了，业障就是你所做的事把你自己心给障住了，那你把做这个事儿放下了，看破不再做了，业障不就没有了吗？这样子，往往有些个佛教徒产生悲观，因为他没明了佛法，佛法为了了生死，为了断烦恼，不信佛的人没有到寺庙来，没跟我们比丘比丘尼啊优婆塞优婆夷四宗弟子一块生活过，他不理解，那学佛的人不是像在家悠哉悠哉的享享受受玩玩打打的过一生，俺不是了，如果我们四宗弟子都知道，我们和尚一天做什么他们可以看看吗？我们什么时候起床啊？我们什么时候睡觉啊？我们一天念经拜佛礼忏，不是为了自己啊，还给一切人消灾呢，这个咱们能跟人说吗？跟他说他信吗？我看见和尚过日子很好过啊，舒舒服服的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他看见很舒服，他来过几天啊，他过不了，他也受不了。我记得过去的有这么首诗吧，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四漏五更寒，日出三竿声未起，看来名利不入闲。那这首诗完全是错误的，他看见太阳很高了，和尚还在睡觉呢，当个将军的上打仗，国家不宁时候保卫国土，打仗的时候半夜前还在路上走呢，当那个大臣的为国事的，皇上老官也很辛苦，天刚亮就升灯殿了，就处理国事，和尚最享受了，睡到太阳很高很高才起来，他没过过和尚生活，他到我们比丘比丘尼寺庙看一看，我两三点钟就起来了，起来把经念完了，吃完早饭了，这段有我们休息时间，我要休息休息啊。人这个肉体是血肉之躯啊，这段他看到了，他日出三竿身未起，就是我们休息时候，他没看见，
因此啊，观就是修行的过程，就是思维修。这个思维修的过程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经过你的思考，经过你的思维来认识。例如我们现在听《金刚经》，如果你没有思维，你根本没法进入。我刚才跟你们一遍说，说完了给你总结，总结完了又说，像你怎么样善容其心，怎么样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怎么样关照，怎么认识，那把它发散开了，广阔的说，说你怎么样认识世界，怎么样认识人类，怎么样认识你自己，怎么样认识佛所学这一切法，说这一法来对着你一切思想的，你有这个言语，有这个行为，有这个思维，佛才说的这些法呀，让你的正确的思维、正确的行道、正确表达你的语言，因为这个听不进去的了，听得进去的，我们给他说个有善根，过去有根，能听着这种善法；听不进去的，说没有善根，没有这个因缘，他听着他不会动心的。有善根的，有因缘的，他才能动心的。这都是说这些世间相，因为这是我们熟悉的事儿，在世间上你起关照，关照一些生灭法，完了才能达到不生灭。你现在不是绿化吗？提倡绿化吗？我们要把它惯想说这个绿化就是庄严佛果度了，不做悲观想。悲观想呢，观想呢又不同了。现在我生厌离心想，用厌离心来观察，不同。随顺世间法，而转世间法，观想观念又不同。从世间法而流，我们观想到出世间法。没有我们看那花。那鲜花，我们现在这供的就很多鲜花吗？它能待好久时间呢？从它开到它谢的，谢的时间，花开花谢，时去时来，花开了，开了我们看见鲜花，大家都很高兴。花要谢的时候呢？凋了，败落了，很好的鲜花败落了，或者被人把它摘掉了，丢到一边去了，你看这个花一会儿开了，一会儿谢了，咱们人生也如是啊，有时候倒了霉了，有时候运气又好了，时来时去，有时候好了，有时候又不好了。那好的时候很高兴，倒霉的时候就很悲伤。倒霉了是丢脑壳的，坐监狱的，这不是就他幸福那时候得到的吗？让他贪污了，有钱了，发横财的时候，他那高兴得很。但是他晓得吗？本来就是祸害呀，祸已经住下了。我说你看见别人得到的时候，你没什么可羡慕的，还不知道后来结果如何呢。看这撕掉的，撕掉了，你也不要惋惜。当你什么事情意外的撕掉了，损失了，
不要难过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说消灾免难想，这叫得何不诛木，失何诛难。得也好，失也好，听其自然就好了。那古时候大家都懂得都知道的啊，学文学的都知道的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列国时候有这么一个老头叫塞翁，他家养着一匹马，突然丢掉了，是个母马，大家都给他难为他来了，说塞翁啊，你不幸啊，把马丢掉了，大家来难为他。他怎么答复？说焉知非福，马跑了不见得是我的祸，是我的福。大家都说这老头很怪啊，我马丢了还是福呢，什么福啊？隔一年多马自己回来了，不但带老马回来，还带回小马。那塞翁失马的故事了，大家又给他道喜了。哎呀，说你真是有明鉴的人啊，原来薛司马什么给你道佑啊，你说是啊，焉知非福，倒确实是福啊，一匹马丢了回来两匹马。他又怎么答复的呢？焉知非祸呀，这是祸福无门呐，不是固定的了。这塞翁司马的故事。这小马长大了，长大了，他儿子非常高兴，就对这个小马，就骑这个小马，看这小马就不大这么听话，一跑把他儿子给摔下来，把他儿子腿给摔断了。大家又给他倒了倒奶来了，啊，说你真的明鉴呐，你看真是祸呀，要没这个小马，你儿子也不会把腿摔断嘛，那不行。那塞翁又说了，焉知非福。那人这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作战征兵，那他儿子家有男人都得去当兵，那时候人口没这么多了，那他的儿腿腿摔断了不能当兵了。哎呀，大家说都算得很好，见得很对啊，大家人都的儿子都上前线了作战去，他的儿子在家里边都给他来道喜来了。就是这样子，祸和福一切都没有一定的了，因为我们在一切是在一切这个最母佛门弟子说，对，这一切法都是你的心，从你心所演变的，住着法生心，这花是一法，住这花上生的你的心，心心上荣的时候，跟他衰败的时候，你的心没有心心向荣，也没有个衰败的时候，一切事物都是使生住意灭，就是四相嘛。你从他根本上你就认识他了，他生也好，住也好，灭也好。咱们这个心要把它变成像个录像机一样，像个相机上，它不分辨，我只是录像，录了也不起分辨，这样一切法这样住，是吧？住法的身心跟你不住法的身心相当的不同。那我上来说这些个呢，就是住法的身心，不住法的身心。根据这个，大家不要当故事听。根据这个，你想你的思索，你怎么用心来看这一切问题？应当着心里头绝对不要随外边环境转，
不入三生心，不入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就是不随外边环境转，那这个心还生不生，叫无生。无生就是这般若意，那我们在人世间或者利益众生的事业之中发了菩大悲心了，都帮助别人，那这个帮助别人事儿，这一切法当中是生心呢还是住心呢？在你行大悲心的时候，那佛告诉我们刚才讲的，说是在你行布施时候，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没有一切住相，还是无住法生心，不因为一切相而升起的这个转变的变化心，心无所住，相自缘灭。虽然做这一事儿，心无贪着，说佛菩萨度众生不见众生相，咱们前头讲的那段无哪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，我经常有这么一个想法哈，如果这么的大家吃饭时候有下饭菜吧，它是有一定方法的，如果你没学过厨师，你炒的味道就不够，火大了把菜少焦了，火小了把菜没炒好，它不大不小的恰如其分的，在这个样子你对的一切法上修行时候也入世啊，你在世间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智慧跟没智慧的差别，有智慧的做做得非常好，没智慧的做做得非常不好，同样做一件事儿，咱们修行观一切法修道也是这个样子，也是这个样子，就看你怎么把会用心不会用心。这个《金刚经》嘛，《般若经》说的是根本，这寡给大阿罗汉说的。假设我们要学的时候，要想进入这种境界，我劝大家学学《华严经》，叫净行品，修清净行，那是自首菩萨。请问文殊师利菩萨。文殊师利菩萨答复他的，善用其心，善用其心者就能达到诸法不生心，诸法不生心，虽然做一切事儿的时候心无所住，不去执着意思，就是不诸法生心，诸法生心当中不诸法生心，做一切事心不随一切事情的这个境界向转，就这一转要认识它，认识一切事没有实体的，做是做不被这一切事把你缠咬住，这事是假象，它有实体的，它有空理的，你要这样做就把这个波罗蜜啊学到了，学到了，从这一切事找他的实质，而这一切事的实质空的不存在的，但这个不是虚空啊，虚空里头没一些事儿。我讲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起自作善，不要放不下，遇到什么事来了不要去生烦恼，你去处理好了，
处理好了更好一点，处理不好了也随他去吧。对，不被事情把你扰着，你才能把事情处理好。把事情把你扰着呢，那就叫利令智昏，头脑昏了，头脑昏了，事情还能处理好啊？处理不好了，啊，就像我们这讲了半天，最初开始有不住相布施引起的了，啊，解释那不住相布施，布施入室，淫如也入室，禅定也入室，就这样去理解啊。须菩提，当来之时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于此间受此读诵，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识人、悉见识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须菩提啊，要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份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份辅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份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入世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。要福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内，祈福胜彼，何况书写受此读诵为人解说。佛说你对金刚经听闻，听闻乃至受持的中间四句话，乃至读诵金刚经，说这个功德你所得到的呀，不可思议，拿什么比方呢？拿有人在早先用他的身体来做供养布施施舍，是多少身体呢？是恒河沙数那么多身体。那么中午又以恒河沙身体那样布施，晚上的时候又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像这样来做，经过好长时间呢，经过无量百千万亿劫，都是用身体布施。说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了，就光舍这个身命能算得他功德吗？说这个功德呀，还比不上要有人听到金刚经的了。他不反对，心里不腻，不腻就是不反对，随顺，就这么随顺的功德，他的福德比前头那个福德就大多了。那个是成个沙横个沙三十的恒河沙，还是有相的了，还是有数字了。这个他受持金刚经的一个四句话或者读诵，这是无相的了，就是无相胜有相。从前头到现在，佛就说金刚经的功德用有形有相的跟他比较，这是功德，受持金刚经的功德，这已经第四次了，已经第四次的比较了。处处讲功德，前半部不是这样的，寡讲空语，而我们众生就是贪功德，就拿功德来做比。
就是在这个我们在历史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梁武帝他信佛信得很恳切的，他就是想得功德，盖庙啊，南僧啊，说印度来的很多和尚都到他那儿去，那时候他印经典呢，他就求功德的，像咱们现在拜的梁皇宝忏呢，都是他那时候做的。我在那个达摩祖师出主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他向这个达摩祖师表达，他说我建了这么多庙，安了这么多僧人，印了这么多经典，功德大吧？达摩祖师回答说没功德，这就不对机了。他听着我做这么多事儿，我就是求功德，我没有功德了，他听着就听得不入耳，他是贪功德的。达摩祖师说你这个跟你了生死，断烦恼证菩提，说不相干的了，这是世间的福德相了，不是出世间的了。这种道理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这样比较的，那世间相都有生有灭，有生住住灭，这出世间相你学金刚经它没有这个，他说是般若意，般若意不存在的世间功德相。因为我们最初出家或者我们一些道友出家，那个出家那个时候从没想到了，想到我这出家有什么功德，没有这个想法。出家嘛有的不同，有在社会上受到刺激了，有的看见一切从根本上就有种种因缘启发吧，看见世间上一切苦难，想找解找答找一个解决苦难的方法方式。因为发财了，以前能减少苦难，我们做了大官有权了能减少苦难，能做得到吗？做不到的了。减少苦难的方法，不执着苦难，放下苦难就不苦了。你不认为它是苦吗？苦就是你的执着吗？那你放下了，你要这样的放下的来信仰三宝，那功德不可思议。我执着的贪着的心来信仰三宝，那个福，那个福德又不同了。我说这个并不是标榜出家好啊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也不是劝你们去出家，出家难口锅嘛，跟在家差不多。我们经常有这么句俗话了，地狱门前生道多，图图这个世界上我们和尚才好多呀，比丘尼才好多，怎么会地狱门前生道多呀？所以反话不是正话。有人就问我呀，老和尚，你这么学法好多年了啊，我听说地狱门前生道多，你怎么理解啊？我说我理解很简单，我说地藏菩萨弟子，对，地狱门前生道多吗？是地狱门里的畜生多，对，他就度众生去了吗？跟着地藏王菩萨去的。这是对子方法了。我现在说这个人
问的人，他是一种讽刺了。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呢？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弟兄们前生道多，我看现在没有好多老道了，我走遍我们全中国也没看见好多老道，全中国的在北京南定门外有个白云观，有个道教佛学院啊，道教的道学院，不叫佛学院啊，道学院，全国也只有20-30个老道，人老道，能多吗？那都下地狱也没好多个呀，这是讽刺话，这是讽刺话。因为我说解释这个意思，就是让我们大家。信三宝的道友，对，怎么理解？对，社会上的对我们怎么样看法？对，当我理解到了，我们因为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嗯，对，所以在这部经上的较量功德的时候。前面所说的都是物质的，物质当中的是七宝财富，现在所说的不是了，是生命了，早中晚一天的30舍了那么多的生命，为什么说30呢？因为在印度他的那个古代的时候，他的时间计算跟我们算法不一样，他是昼30夜30，昼夜60，咱们现在是24小时划分的，所以他说他是白天的黑间的，昼30夜30，他是太阳出来叫日出时，太阳中午的时候叫日中时，太阳末的时候叫日末时，初夜、中夜、后夜，就是共起60。这个都无所谓了，就是形容词，形容词。说一天用这么多生命舍，都不如你读读《金刚经》，乃至于四句话，功德大，比较它的功德大小。金刚经是讲空的嘛，不是讲功德的嘛，因为这个空没无边际，那功德呢也就无边际了，因为世间上众生，须菩提他那前250人他断了见思惑了，当然他在功德上没什么思考，但是对我们现在一般的众生说，那么对这个功德非常计较的了。我这后头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随众生缘，说你不是求功德吗？你看看《金刚经》的功德大不大？那你该诵一诵吧，读一读，看一看，学一学吧。是这种含义。大家应该这样理解，理解了之后了，认识他了，其实都是没有的，没有的，这个没有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心里头不去执着，一切法就无声了，对，我告诉我们呢，不要去执着相，那不执着相的那功德是真正的大，因为我们这一生能活几十年呢，年纪小时候去掉，什么老年的时候再去掉，中间你有几十年好日子过呀，等身体健康时候
你可以这样想了，这样想了，那意思就是劝你多放下。放下是很不容易，必须得经过看破，看破才能放得下，放得下你才能自在了，才无拘无束了。要放不下吗？也不自在了。他意思啊，就是要你多诵经，多读经，完了你能真诚地现，照经上所说话的做。做了吗？也得度了，能够受持金刚经，就是一个受持。受持久了，你不想想吗？这经上说的告诉我要做什么？读久了，你含着你要受持了，你要去做了，做完了就能得到了。你得到你就成佛了，成佛了还要什么功德呀？功德对你没用了。说我们现在求生极乐世界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到了极乐世界去了，你用生命布施，谁接受你的呀？有人要你用生命来帮助吗？你用七宝供养，你也有他也有啊，平等平等的呀。到树上栽个树叶子都是七宝啊，谁要谁布施啊？要这样理解，这一切法，佛说一切法，转变众生一切心。若我众生没有这一个妄心，没有这一个想法，佛也就没有一切法了。因为《金刚经》是无相的，无相的就能骗，能骗，骗一切处。也骗一些诗，说你能够读诵了，说这个功德，他骗一处，骗一些诗，没有时间的计较，没有形象的计较，没有大小的计较，没有多少的比较。说那你那个用多少生命布施，还是有比较的呀，有数字的呀，有形象的呀，因此说。读经、赞叹经、受持经、书写经，说他功德不可思议，他的道理建筑在这个上头。须菩提啊，以要言之，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边功德。如来为法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。要是有人能受此读诵广闻说呢，如来须知是人，须见是人，皆得成就，不可量，不可称，无有边，不可思议的功德。如是人得，即为何等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要乐小法者，说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载于此经，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在在处处要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，帮助此处即为是塔，皆应恭敬，坐立为要。你入花香而受而占其处，你花香散在这个塔上，或者金刚经所在地，你要把这个金刚经，把这个所在地用这个香花供养散在经书上，是重法的啊。这一段呢，就是赞叹金刚经的功德，显示这部金刚经的书上。就是哪要的说吧，这部经它有不可思议的功德，不是我们用语言用文字所能表达得出来的。要有一个人
能够闻到这经典契入，契入者就是跟他自己的思念相合了，而后才能去他做。那他这个读诵功德乃至他成就的功德是指这样子的，不可思议，这样子才能承担的佛的事业，继承佛的事业。那么这一段经呢所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含义，这个含义。你要言之，就是扼要的说了，前头说这么多，这个总结一下这个经的功德。这个不是给一般人说的，给那个有大善根的，给发大乘人心说的，给发最上乘人说的。这个大乘跟最上乘有个什么标准呢？标准就是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看你是发的利益别人的心，还是寡为自己想，寡为自己周围六亲眷属朋友，这不是大乘。寡为一切众生，为别人想，为别人付出，这是发大乘者。那么经常说的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是发大悲心，是吧？那帮助别人，忘掉自己，这是菩萨。最上乘，什么是最上乘呢？他没有别的念头，他想成佛，想成佛，而且自己本具足有佛性。下面就四件相说吧，像这个《法华》呀，《华严经》啊，《圆觉经》啊，这都是最上乘。所闻法的都是正得法身，像我们的给我们做表率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，这是我们常识闻到的，也常识看到的。在我们这个国度上，四大名山大家都知道，那朝礼一次也说有好多功德啊。这个是四件相，除四件相我们的右眼见不到，那也有人这样说呀，说要么到普陀山和果那个菩提寺前面说的那么多卖海鲜的，那么多在山上造业的，那么多商场。有人问我说这是清净道场吗？还有朝五台山的，有的过去在唐朝的一位大师，他人见到文殊师利菩萨了，文殊师利菩萨就问他说你在什么地方来的，说在南方来的。说南方佛法如何呀？他就给他说了这南方佛法如何如何。然后他就问文殊师利菩萨，他说五台山的佛法如何呀？文殊师利菩萨就答复他了，凡圣交缠，龙蛇混杂，有蛇也有龙啊，有凡夫有圣人呢、啊、有人做的是凡夫事儿，那有人就做的圣人事儿。这就是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，
佛不是给一般人说的，给那些个发大乘的菩提心，上行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是给他们说的。发最上乘的，那么禅宗经常标榜是发最上乘的，勿劳恳起，合假修正，禅门一炷香，顿超直入，立正菩提。这是上乘的。还有学华严的，圆满教义，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说你一发菩提心，一闻法，这个心不一定能成佛。我初发心的时候，跟成佛那个时候的那个心，两个心，初心跟最后成就的心，这两个心哪个最难呢？入世二心，初心难。说发心最初的时候发心最难了，最难了。要想发成佛的心，你必须得利益众生，不利益众生成佛的没有。每尊佛而度众生，等到功业圆满了就成佛了。不利众生的要是成佛的没有。利益众生的，咱们这个经上讲，利益众生的不是说我发这个心了，利益众生时候还有个众生相，好像我人家似的，我帮助你了，我给你这么多好处，你得回扣啊。现在帮人介绍个生意要拿回扣啊，那做事介绍一点什么事买个东西要回扣啊，那个从中都要捞一把呀。我发了菩提心了，度众生也想从中捞一把呀，没有了，这不可能了，不可能了。那才叫发大乘心的。发大乘心情，我为人人度一切众生，不但度他，而且把他度到成佛。这个跟我们这个国度有句俗话了吧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人要假使不是为自己啊，老天爷也不容他呀，大地也不容他。那对我们佛教徒说，这个话得改了。怎么改了呢？人要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说你什么时候寡为你自己啊，天地所不容。但这个事儿可能见到很多了，他那下场我们见到了。那要是为人人的所见到的，那这个也很多。像我们这儿说修行者到山里头，他去修行去了，你说他是为自己呀，是为别人呢？看他心上怎么想的。那么学这个本事，不论学你哪样本事吧，学木工啊，或者土木工程的工人呢、不论你学哪样，说技术工人呢，当他学的时候不是给自己啊，他得给人家做呀。建造房屋也不是他住啊，建造很好的楼房盖好了，那他走了，走到别墅建筑去吧。如果他发菩提心，他这样来建筑，是吧，来为人家，那他就是菩萨了，我是这样看法的。不得为了挣几个钱儿，为了自己生活，那就不行了。
因为他用心不同了。所以就是从你的出发点什么用心。那么佛弟子，当你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寡为自己求生极乐，这个很小了，不大，这叫为己。说我念这句佛号，让一切众生，现在这个世界众生，现在这个是众生啊，人为的战争，大自然所做的风水火，地壳的变化就是地震风灾，让他都免难，让这些助难消失。你这样的念佛啊，念念成就。说念佛为了自己，我求生极乐世界，好不好呢？比较起来是好的，但是跟你比较起来，我为一切众生消灾免难，让他们都把我们这娑婆世界变成极乐世界，我这两个哪一个大？我们都能认识到了，一样用心，就看你怎么样想法，想法。文殊师利菩萨告诉我们，善用其心，同时做一件事，你发愿不同，效果就不同。说我们的智慧有大有小，说我们过去做的错事有多有少，多的就业障大，少的就业障小，那已经过去了。那么现在没办法，那这有什么办法呢？过去做的那个伤害众生的事儿，我忏悔，我用什么环抱他呢？我用我学佛法的功德，我念佛功德给他们回向，这叫忏悔。我再不做了，忏就是忏过去，悔就是悔改未来，未来再不做了，说忏悔，忏悔完了就清净了，清净了。那我未来所做的呢，我也不贪爱，都给他们，都回归故众生，念念的不忘成佛，上求上求佛法，下呢下化众生，就是上求下化，这就是大乘最上乘。那你对于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这种教授方法，你能够进入。如果你念念的天天的这样思想，来入你的心，你不是大菩萨吗？大菩萨没什么标准的，从你的心地上划分。如果你念念不忘自己，念念我自己日子怎么过得好，我做这个事业怎么能发财，你有那个福报没有？这个时候得到了，那个时候失掉了，这得靠你有种力量能享受得到，你享受不到等于零吗？过路的吗？这类例子很多了，现在买股票买彩券倒是一时间就可以发财，但是它可以一时间就丢掉，因为得到了，得到手了，已经中了，还失掉了，完了还把老命搭上了。我就亲自见到，这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，五十多年了，就在我们天津，一个拉黄包车的，那个时候出的黄河奖券，一块钱买，那得奖呢五万，那是大洋啊，
那他买了一张嘛，拉黄包拉包车的，那抽出一块钱买也还是很不容易啊，那时候钱很难挣啊。买完了这个奖券的这个券票呢，他搁到他那个拉那个黄包车那底下坐的踏脚板那个小箱子，他搁那小箱子里头了。他这一天突然间看见出来了，正是他中那个号码。他这一高兴啊，他什么都忘了，他说我还拉什么黄包车，他把黄包车就丢到海河里去了。大家天哪，就海河吧，他就拼命地跑到领奖处那儿去了。领奖处，好啊，我给你对的号码吧，把你号码。哎呦，他才想起来，我这号码在那，我这自行车我这丢到海河里去了。得到了，中了。老大，那回去怎么找啊？海河是从天津流到，从市里头流到那个入海了，入海口了。他这一闹闹啊，他就跳了海河了。不但没中，把他老命也要了。利用这种事儿啊，我仅是我所知道这么个例子了。很多人是这样的，像台北、香港啊，乃至美国啊，经常为这个股票，你要负的也不得了了，一下一赔了就跳楼了，这事还少了吗？这就是他。你怎么样用心？说一个人呢，学佛法也好，不学佛法也好，你总要善用其心，把你这个心呢，用到对你、对人真正有好处的地方，不要有害己，有害人。好多自己做事害自己，好多事不是自己做的吗？冤枉的有没有？冤枉的是现在，不冤枉的是过去。因为你不知道过去啊，现在你看着是冤枉，那过去你害别人的时候，你知道冤枉不冤枉？我们中国还有一句古来人们的老祖宗说这么一句话，说可怜的人，现在我们看的可怜，必可恨。为什么他现在可怜？因为他过去做了可恨的事儿了，说今生看着很可怜。我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教了几年书，南普陀寺门口有个六根不全的摊子，俩腿不能走路，就拿俩手走路，见人很可怜了。你说我离开几年回去，我又问这个人，我以前经常的就跟他讲跟他说，现在我又看到没有了，我问他们，他说被人打死了。我说他这样子还做害人事吗？后头坏得很。怎么理解？什么理解？说好多的做坏的事的人呢，他那个过去的习气吧，我做害人的事做太多了，他举心动念一举一动乃至六根都不能干啥了，他还做坏人的事儿。他怎么坏人呢？他看你车子往前开，他就在那个当间不走不动，你敢把他怎么样？你敢去把他压死？那汽车司机我看你下来踹他几脚把他踢那，我说我就去说那事，我这不对，他是残废人，他是害人的很，他天天在这儿，跟我这车子来，他一定要来爬到当间来。我说认识你吗？他笑一笑，他是认识我。我说那你过去跟他有关系，和你欠他的。一切事物都如是啊，都如是。每个人善用其心。看来啊，日常生活当中事儿是小事儿，其实啊是最大的大事儿。我们的修行、行道、
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啊，啊，离开你的生活，另外去找佛法，找般若智慧，没有的呀。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怎么对待人，你看一切人他怎么对待事物，怎么对待这个世界，他也怎么认识这个世界，是最真的，就在你行动当中。那么每位道友啊都这样去做，那就好了。嗯，这段嘛我们下午还重新讲，我现在跟大家解释的呢，不注重经文，不离开经文，也就我最初跟大家说的那离经一字就是魔说，那照着本上讲就是三世佛缘，我们这个也不离经的文字的意思，也不照本宣科，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，我们怎么能把我们所学到的用得上就好了，希望我们大家用得上。